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39页，339页。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看起，倒数第三行，我们从第三个字看起，上表诸大事，其余甚之，余会的这一些诸上善人发生大事，他们身其余如来的智慧，得无碍辩才，善因根起，广宣妙辩，故曰得佛辩才。我们前面学到这个地方，弘法利生，彼得让真身众生得到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利益，这才能代佛说法。古时候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讲经，才能够著述，条件是必须的大彻大悟，宗门要求的明心见性，教下了要求大开眼界，即使是净土宗也要得一心不乱，才能代佛说法了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了，不但是我这个时代没有了，我的老师告诉我，他前面一代还有，到他自己这一代了也没有了。李炳南老居士非常谦虚，
啊，他告诉我，他上台讲经，凭什么？完全凭借古大德的注解，这就是自己没开悟。没有人讲经的，不得已而求其次了。我那个时候不敢学法，学讲经的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你们不出来讲经，以后没有人讲经了。这个话说得很重啊。那我们凭什么？老师告诉我，凭注解。只要注解没讲错，啊，古人注解是文言文，把它翻成白话文，啊，首先自己得受用，有一点小悟，悟出，不是大悟，啊，小悟有，常常有。啊，这个小物可不可以拿出来讲呢？最好是别讲。因为我们自己愚痴，智慧没开呀，怕悟的是误会呀，体会错了，经上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我们自己以为这个意思，依旧要背因果责任，这不能不谨慎。古人注子确实有一些看不懂的，或者明明想到这一段经文呢，一定有很深的意思，但是他只轻描淡写就带过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老师说，他也没搞清楚，但是他不用自己意思去解，这就对了。我带轻描淡写带过，不犯过失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念到讲不出来的，把经文念下去，没错吗？如果我们讲错了，要负责任。啊，老师把这些原理原则跟我们讲清楚了，我们才敢上台。啊，而最初上台学经的时候，完全是学他老人家的。我们学的经，阿含里面、方等里面很多没有古人注解，李老师讲给我。啊，我们把他的话记录下来，佛讲。啊，古人所谓的照本宣科，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解。啊，这是初学，初学一定要经这种经过经历这样的过程。为什么？学谦虚，学恭敬，学负责任，学不敢随便乱说。啊，但是今天做不到了。我们这样要求学生都会走光了。啊，不愿意跟你学了，所以佛教衰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我们跟老师，就是跟方东美先生，啊，张家大师李老师，我们赶不上啊，差太远了。这个现象显示的什么？
众生的福越来越薄，造作的罪业越来越严重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遇到净土了。要没有遇到净土，一生的羞耻，来生能得人身就不错了，保住人身。如果修为差一点，那就是三途卧倒。三途卧倒，真的不能去。为什么？那个地方很容易进去，很不容易出来。出生有寿命短的，我们听说过堕畜生道冷次数啊，你死了变成一个狗，狗你做狗要做多少次？要做几十次，要做几百次，时间就长了啊，狗的寿命十几年，十几次几十年，一百次就一千年，你麻烦不麻烦？越是小动物次数越多，蚊虫蚂蚁，论劫数算呢，多可怕！所以你不知道事实真相，那就是确实生死心不清。了解事实真相呢，害怕了。末法时期能了生死出三界，只有念佛往生净土这个法门，靠佛力了。没有沉静心，没有清净心，没有恭敬心，那对这个法门来说真的是难心之法。虽然很容易成就，不容易生起信心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得佛辩才，光学妙辩不容易。真解进一步来说，若依根本教，但说一字，亦得为得佛辩才，传如来如舍言故。若依根本教，根本教是什么？是教之根，是教之本。佛教分三支，大家都晓得，戒律、禅定、教下。教下就分得多了，显首、天台、三论、法相，净土也在教里头。密宗也在教里头，大乘六个宗派
啊，小乘也属于教里头。那么它根是什么？根就一个，三教一缘。是一个源头流出来的，是自性啊，一根本教啊，这是一真性，一本性啊，但说一字，这一个字是从真性里头流出来的，也是得佛辩才，佛就是明心见性。从自性里流出来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流出来这一个字，广义的来说，佛所有一切言论，全从根本流出来。啊，那么一般就总纲领上来讲呢，这一个佛字，或者是一个法字，啊，佛法，这一个佛，再讲到究竟，根本的根本，这个佛是指什么呢？指阿弥陀佛。教最后都归净土，无论哪个法门，到最后通通归净土。天台智者大师圆寂的时候是用十六观经求生净土，啊，他是观想念佛。华严经、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啊，其余修禅、修为识的、法相为识的，啊，到幕后。通通都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人很多啊。我们在净土神仙路上看到，在往生传上看到，在高僧传里头看到啊，所以海贤老和尚说，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，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很深。啊，真正把根本找到了。于是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劝人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同佛辩才。我们要帮助一个人对净宗啊起了真正的信心，啊，升起信心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。你一生帮了两个人，大慈菩萨说，就比你一个人念佛求生净土那个功德要大。你一生能帮助十几个人往生。那你的功德太大了，你能够帮助一百两百，你就真正是菩萨了。那你能帮助上万人呢？大慈菩萨说，你就是阿弥陀佛了。这意思是，跟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功德了，可以平等了。啊，
这都是鼓励我们的话，勉励我们的话，句句话都是真话，啊，都不是假话。啊，不但菩萨如是，凡夫说法呢，也同诸佛辩才，赞扬佛慧功德，开化十方有缘众生而已。啊，诸佛确实只有一个愿心，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，不要在六道十法界里头逗留啊！这个里面很容易迷失自信，迷失方向啊！那么，真正能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。在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重要的人，知道的人不多，刘素云的姐姐刘素贞。我说过几次啊，他是怎么走的？表法走的。啊，刘素云在这些年也常常接受人家邀请讲经说法，他专讲净土，专弘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他告诉我，有一回跟他姐姐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到说，五种缘一本，下劳汇集成善本啊，念劳也用了六年时间做了脊柱啊。那我们这帮人呢，在海内外不断的都在宣讲，这好事情，可惜没有一个人来给我们作证啊，表演往生啊。他姐姐当时听了就告诉他，这个事我来办啊，我来作证，发了这个心啊。啊，怎么个作证法？就像海贤老和尚的母亲86岁念佛往生的啊，往生之前自己下厨房包饺子啊，他女儿也来了，侄女儿也来了，家人都团圆了啊。大家吃完之后，他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，告诉大家我走了，真走了，就这么自在，这么潇洒啊。刘素清居士就表演这种，发了这个心，求阿弥陀佛加持啊，这一句佛号就不离口了，念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白天晚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
啊，刘素云，他妹妹，在他往生好像是八天之前，八天前得到一个信息，他没有看见人，听到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一组数目字2012 1121 12，他把它记下来啊，记下来送给他姐姐，他姐姐看了一看，笑一笑，没说话，收起来了，就是这天往生，2012年11月21号中午12点钟，他走一分一秒都不差啊。那么当时在一起的有不少同修啊，他也没有向人宣布，大家还在聊天，欢欢喜喜，有说有笑的。这时间一到，他告诉大家：“我走了。”啊，我走，阿弥陀佛来接我。我看得见，你们看不见。但是你们留意住我的动，注意我的动作。我怎样爬上莲花，坐在莲花里面？啊，那个动作的时候当中，你能够看得到，真走了。告诉大家，他的阳寿还有10年，他不要了，啊，提前走了，啊，特地给大家表法，念佛往生是真的，啊，他念佛的时间不长。只有3-4年，啊，他那个妹妹刘素云，他念佛的时间长，10几年，啊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想走，有寿命也不要了，他有感应，我们也能够念到六尘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决定满众生的愿望。啊，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无量的功德。为什么？我们如果在极难的时候，啊，像过去所说的2012玛雅预言讲的世界大灾难，啊，这个事情过去了，没有发生，啊，玛雅预言是不是假的呢？有很多人说不是假的，没有爆发，不是没有了，是延后了啊，延后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。啊，我们不把这个放在心上。老和尚说得好，感应稀奇，不要去想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心就是定。啊，定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万一这个灾难突然爆发了，我们能够学刘素云发愿往生，求佛戒引。啊，平常我们能真心真愿，到时候就真灵。啊，对于极乐世界决定
没有怀疑。啊，真心切愿的管用啊。啊，老和尚的寿命我们很清楚能够体会到，那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不是他自己的寿命。他自己的寿命我们估计也不过就是七八十岁而已，啊，八十以后啊，真的佛力加持，到112岁，最后的表法，身团和睦，啊，若要佛法行，中国大乘八个宗派。小乘两个宗派，宋朝以后就没有了，希望把它恢复起来。十个宗派，陈氏、居士这两宗，啊，世尊末法后面有9000年，能不能兴旺？我相信可以。一切法从心相生，从我们众生的心相生，众生心善就能现起，众生心不善啊，还是功高过慢，嫉妒障碍啊，自赞毁他，那佛法就衰了，甚至于灭亡啊，干这种事情，果报在地狱。佛法在人间没有了，他在地狱里头很难出来。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佛法什么时候兴旺了？正法住持，他才能出来。啊，那么下一个正法住持是弥勒菩萨下生，在这个世界示现成佛，龙华三会，时间多长呢？56亿7000万年，他在地狱住这么长的时间，啊，那还是造作这个重罪啊，谤法的重罪，在地狱里的修忏悔，等到这个世间正法再出现了，他的愿才成熟。如果你替心去思维，太可怕了，为什么要造这个业？啊，宁舍生命，我也不能毁谤正法，也不能轻易批评一个出家人。啊，何况是一个法门？一个法门关系跟他有缘的众生，不计其数。啊，所以赞扬佛慧功德了，福报无边呢，不能造作罪业。啊，开化十方有缘，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？全是善巧方便，众生根基。所以开这么多法门啊，我们要晓得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
金刚经上说的，法门契机很容易得度。唯有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法门能起一切根性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我们在经上看到了，文殊普贤、观音时至等觉菩萨，念佛成就的，往生极乐世界圆满无上菩提。六道地狱众生一念十念也能往生，这个法门不可思议，把众生度尽了，从无间地狱到等觉菩萨，这个法门平等普度啊，古来祖师大德称为第一法门，不是随便说的，有根有据。印光大师是我们这一代皆行相应的大德，他在普陀山藏经楼30年，没离开藏经楼啊，通宗通教啊，显密圆融，可是他一生为我们实现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自己给大众做榜样。成为一代祖师。我们也很难得沾了一点边缘。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净土是跟印光大师学的，他的教理跟梅光系老居士学的，老师在世常常提起，不忘师恩。得佛辩才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诸普贤行着重在这个诸字，看注解，上文一言已经说过，注大师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。经文呢，有经文云：注普贤行，表注大师贤安住于普贤大师之大行。大行是什么？个个以
十大愿王导归记录。每一位法身大士都是以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所以前清彭基谦居士告诉我们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华严经呢是大本无量寿经，这是中本，还有一个小本，小本就是阿弥陀经。这三本是一本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只是讲的有详略不同。弥陀经略述里面的意思都是圆满的，都是究竟的。那小本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，大方广佛华严浓缩就是小本阿弥陀经。啊，所以我曾经说过，我们要把无量寿经弥陀经讲透彻，讲清楚讲明白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。细数啊，华严经要略数，没那么长的时间，略数那就是无量寿经，就是阿弥陀经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，这个法门完全建立在信愿行的基础上。信愿行是一，不是二。真信哪能不发愿？发愿哪有不念佛的道理？那佛号肯定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，我也劝过同学多次了，分秒必争啊，我有一秒钟的时间念一句佛号啊，就没有白过啊，这一秒钟把佛号忘记掉了，空过了啊。现在科技时代讲求啊，科学技术讲求分秒必争，我们把分秒必争用在念佛上啊，为什么？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啊，我把四弘誓愿分成两件，啊，在现前指导我的是前面两句，第一个发菩提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是发心；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这是积累功德。那用什么？用念佛，声声佛号，每一声的佛号，无量无边。无数无尽的功德呈现的，我们有啊，每个人都有啊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。
只是我们有烦恼习气障碍，它不能现前。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慢慢的把自心的功德找回来啊。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啊。啊，让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我们净土就成就了。啊，净土准许待业往生，烦恼习气没断，没关系，只要这一句佛号能把它控制住，把它压住，它不起作用，对我们往生净土不产生障碍。这比什么都要紧。啊，而且非常快速。啊，我真正看到过一个一生没学佛的人，最后临终的三天才闻到佛法，念三天三夜往生。啊，瑞相稀有，火化留有舍利，给大家做证明。啊，这个人是我在美国见到的，马里兰州周广大居士。啊，不能称居士，他没修过佛。啊，得的癌症末期，临走的前三天遇到我们，他找到我们，一家人。啊，那个时候华福佛教会建立在一年，啊，华福佛教会83年建立的，这个事情发生在84年，让我们看到升起信心。啊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中简易普贤如是倡导啊。啊，这是这两部经做个比较。黄念老跟我们说的，普贤菩萨一个提倡啊，劝导我们，精进则无量无边。那我们这部经里头有多少像普贤菩萨一样的发生大事啊？无量无边，得如普贤之发生菩萨，先来机会同弘净宗，这很得了吗？太殊胜了啊。啊，以16正寺为代表，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，这一句唐译的原本原文啊，念老住得好，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出处，不是随便加上去的啊，在汇集文里面堪称第一。这是念老汇集成书13年，
以后又用了7年的时间。啊，天天读诵，看里面有没有文字有错误的，啊，或者是自己写错了，写漏掉了。7年时间，修订也等于是找这个经上的毛病。一直到真正丝毫瑕疵都没有了，这成为定本啊！这是在会起时上面来说的，没有能像夏老这么样的认真负责啊，谨慎其事。这成为佛门第一经呢。啊，使命是要度末法9000年苦难众生，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功德很得了吗？啊，这一桩事情原原本本是弘莲法师在《僧赞僧》这本书的幕后幻珠问答里头为我们详详细细的来说明这种事情啊，证明这部经可靠啊，不是伪造的，应该要接受啊。这个功经的流通，弘莲法师有大功德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啊，唐译魏译的文，魏是康僧开译的，入众言音开化一切啊，这是康僧开译本的原文啊，他采取了唐译啊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，经言疏曰，如未解也啊，经言疏，隋朝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译疏，我早年在台中听老师讲无量寿经，就听这个本子啊，康僧开的一本啊，用的我们学习经教的同学用的本子就是译疏经言疏啊，如就是解的意思，为解众生种种言因，用以其说啊，众生言语不同啊，很复杂。我们住在这个小城，图文巴这个小城啊，这个小城只有12万人。我们在这里13年了，刚刚来了个时候8万人，
啊，13年之后，现在有12万人，都是从各个方面到移民到这边来的。啊，所以这边是多元文化。啊，80多种族群，来自80多个不同的族群，有100多种语言，啊，真叫多元文化，10几种宗教，啊，今天来访问的人问我，我为什么选择图文法，我就告诉他，这边是多元文化的代表，啊，世界上这么多的族群，这么多的语言，如何能让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安定和谐，没有冲突，没有战争，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样子给大家看，啊，那这里就很理想。我们这里不是一个族群，80多个族群，啊，不是一种语言，100多种语言，啊，不同的信仰，啊，这里的有不信仰宗，没有宗教信仰，啊，也不少，啊，有宗教信仰的，信徒占多数的，是基督教、天主教。啊，他们在这里时间久了，这个地方原本就是基督教的大本营。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，这边没有佛教，佛教只有我们一家。我们跟他们相处非常和睦。啊，这13年来，他们对我们认识了，肯定了，接纳了我们，啊，他问我们今后打算怎么做法，啊，我说我们的做法就是想团结宗教，把这个小城作为一个示范点，啊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言语，啊，能够生活在一起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啊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，啊，希望这个小城，啊，是一个典型的幸福人生的乐园，给其他的城市、其他的地区国家做一个好榜样，啊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那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设定，我们共同努力，啊，如何保证我们能落实呢？我就告诉他，那就是宗教教育，啊，宗教平等，啊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啊，我们要常常接触，啊，所以我有3年没回来了，这次回来，所有这小城里面的政府的官员、宗教的领袖、社会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人都要来看我，好事，对我们完全认同。
啊，我的想法看法他们都能接受。啊，我们要做一个好榜样。啊，终极的目标，说最后的目标，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宗教大学。每一个宗教是一个学院，十几个宗教，十几个学院组成一个大学，将来我们信仰宗教的人都是一家人，啊，都是这个宗教大学的，啊，只是学习的科系不一样，啊，我这里学佛，你那个地方学圣经，他那里学古兰经，啊，就只有这个不一样，啊，可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的内容，决定是相同。啊，入门存意求道。啊，经典上说什么？你比如说无戒是善，每一个经典上都说到了，是共同的，这不是哪一个教授的，每个教经典通通都有啊。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也是每个教都有的，你把这些经典里面找出来，共同学习，啊，这样宗教与宗教之间误会就化解了，没有误会，没有矛盾，啊，宗教是一家人。为什么？我们用四个字显示出宗教的核心价值观，我们讲宗教教育核心的价值，仁慈博爱。啊，没有一个宗教不讲，而且讲的最多，这是宗教里头宗教教育的基，这个大根大本。啊，人拥护有别人，推己及人，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是真理啊，每一个教经典上都有啊，不能违背啊。啊，不一样地方不同，相同的占大多数，这宗教可以团结啊，宗教与宗教之间都能和睦，佛教自己宗派为什么不和啊？不和的原因全是烦恼习气，把佛所传的善学全都忘掉了啊，戒没有了，禅没有了，教也没有了啊，于是剩下的什么名利名闻利养啊，大家只顾去争名逐利，佛教就会消失。从海贤老和尚的表法，我们体会到释迦弥陀的慈悲，他们看得清楚啊，啊，让老和尚延长寿命来表法啊，表今天真正能拯救佛的大法就是互相赞叹
不能批评的，不能回报啊。不相同的地方要善巧方便把它讲圆融，让大家不生怀疑。我们讲经教学让人家生起怀疑，我们就有罪过。不如不说。那有多少人问海贤和尚念佛的境界，他笑而不答。高明啊。啊，为什么？甚深之理一般人很难体会，佛不讲啊。释迦牟尼佛出世第一部经讲的华严经，在定中讲的，不是对人讲的啊。对象是谁呢？41位化身菩萨，他们有能力入佛定中参加这个法会。那从定中起来的时候，起定了，佛在落叶边讲阿含了，不讲华严了。所以现在小乘不承认华严啊，认为华严是伪造的，不是佛说的，龙树菩萨造的。这官司也打不清的。啊，境界不一样吗？小乘凡夫境界。啊，华严是化身菩萨境界。那怎么可能相同？啊，所以佛的教学，你看从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。啊，法华会三皈依就入华严境界了。嗯，佛还是要你入最高的境界跟他相同，但是要时间呢，要有善巧方便，要办小学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一步一步的把你带起来。世尊，这是在世为我们表法了，我们要懂得了。啊，所以学教从阿含开始，我们在台中，啊，学讲经，老师给我们选的全是四阿含。啊，他在四阿含里大概选了有30几部。啊，事后我们现在。社会能用得上的啊，教导我们慢慢提升到方等啊，到般若啊，最后我们请他讲华严经啊，那个时候老师将近80岁了，70多，将近80啊。我记得我们8个同学代表大众向老师请法啊，请老师讲华严啊。这8个人当中我也是一份子啊。老师用的华严经疏钞那一部书也是我的现装书40册，我供养老师啊。我们请老师讲这部经用意是什么？用意是希望老师常住世间，经没讲完总不能往生吧啊。没有想到他讲了一半还是走了
啊，原先跟我们商量好的，华严讲圆满，再讲一部《阿弥陀经》啊，他完成。为什么老师没有依照他老人家的若言提前走了？对，这得我们深深反省。我们没有能真正依教修行啊，听经的人多，真正修行的人很少啊。在台中，我礼请代表礼请讲经，都是一次，老师就答应了。啊，包括化缘，唯独我请老师讲礼记，我请了几次，前后七次，老师要烦了。老师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不答应你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没人照干呐。儒家的礼就跟佛教戒一样，啊，李老师一生不劝人受戒，他劝人皈依，啊，无戒一定是你自己发心去求。啊，不劝人受戒。啊，真正发心，他会鼓励你。啊，理如此啊。啊，所以，我那个时候祈请老师给我们讲了去理，上下两品。讲圆满了，另外好像还讲了两篇，一共讲了三篇。啊，礼经是要落实在生活上，不能落实在生活上，讲它有什么用处？啊，跟戒律一样。啊，三皈五戒十善是根本大戒。啊，三句经戒都是从大戒里头延伸出来的。啊，念佛人又把三皈五戒十善融入这一句佛号上去，真念佛，真念佛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当然圆满具足三皈叫真经啊，圆满具足了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啊，回归到实相，不粮食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啊，圆满具足。古来祖师大德欧耶大师真正发过心的，想把戒律复兴起来啊，看到出家人不吃戒他很痛心，
到五十岁之后，深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专心净土，专求往生。他自己意识到了，真正要度众生，先度自己，先度自己，先到极乐世界成佛，然后到家之后，你才有能力了。这个能力简单讲，就是这个花花世界，它对你毫无影响，你不会被它干扰，你不会被它染污。真正具足了戒定慧，眼在色尘当中入定，不是离开呀，跟在尘上入定啊，什么入定呢？不生眼识，这厉害啊！耳根在深尘上入定，鼻在香尘入定，舌在味上入定，这个入定就是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心得，圆满的心得。其作用呢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清楚明了是智慧呀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。这是法身大事。阿罗汉只能做到不执着，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为什么能不执着？知道诸法实相。实相是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就修这个东西。不是远离六尘，远离六尘到哪里修？根尘识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是一桩事情。化身大师，六根在六尘境界完全转过来了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转摩那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摩那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，尘所作成就普度众生的事业，这个是归到根本了。所以有这个能力，结众生种种原因，为众生说法，会书引密集经云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有八十四亿八千该众生之类。这个该是中国古时候数目字的单位。多少称作该呢？古书里的记载
十个照，圣照是一个概念。哦，十照是经，十个经是概，那就是一百照，一百照成一个概，以这个为单位，一百照为单位，84亿8000乘一百照。啊，这是说释迦牟尼佛教区3000大千世界这些众生言辞各异也，即使一切皆归一义至真智慧也。啊，这个即是嫉妒分别，这一切上面所指的啊，84亿8000该众生之类，通通归一，这个一就是自性。就是真心。至真智慧。啊，慧是恩惠。菩萨应书阿印。舒畅意言，说法开化。啊，菩萨，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因。菩萨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是正德，自信性德的究竟圆满。啊，真的是无所不知。无所不能啊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这两句话宗教里常用，对神的赞叹，一般人不相信，是不是？不可能啊，宇宙这么大，你怎么能知道啊？他不晓得大乘经里头他的方法就叫你明心见性，见性见到宇宙的根源，宇宙的根本啊，根本见到了，枝叶全收了，没有一个不知道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是在枝叶里的寻求啊，没找到根本呢。啊，根本是性德，根本是相同的，所以《华严经》才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这事都太清楚啊！啊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它太微细了，我们根本没有觉察到。啊，起心动念的频率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，这样微细。啊，我们今天看电视，电视的屏幕的画面的生灭，是1秒钟100次。我们对它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，何况1秒钟2100兆次，啊，1秒钟100次，我们就被他迷了。
啊，佛法完全用心去干，它属于心法。心法决定不能怀疑，有怀疑就迷了。啊，怀疑是愚痴的根本，贪嗔痴，痴的根就是疑。啊，疑怎么来的？这个痴怎么来的？从疑来的。什么人对自己有信心？这头一个条件，自信。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对别人当然没有信心。信心的建立要从自信，这才是真的。这太难太难了。我年轻的时候，33岁出家，我出家就教学，就讲经，2年之后才受戒。啊，在八度，我跟圣严同戒。啊，受戒之后，第一个回到台中拜老师。啊，老师在慈光图书馆里面，我在大门口见到了，他就手指着我，你要信佛了，讲了好多遍。那我当时也迷惑了，我走到里面去，他叫我坐下来，我就坐了，他就问我，你没听懂我的话？我说没听懂。我说我怎么不信佛呢？学佛7年了，出家了，讲经了，现在受完戒了，我难道是不信佛吗？他就告诉我，有很多老和尚啊，80、90到死他都还没有信呢。啊，这个话我就明白了。啊，那个信你说经中讲的真心呐、啊，真心太难了。啊，老师，这几句话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啊。啊，指着我说了好多遍了，你要信佛，你要信佛。啊，特别是净土宗。我们今天对净土宗的信心非常脆弱，经不起考验的。啊，有一点风水一草动，我们心就动摇了。这十几年来，国内国外对于慧济本的批判是史无前例，过去没发生过，这么多的人，这么长的时间否定这个本子。啊，好在国家还有福。啊，佛门里面否定，国家没否定。啊，我看到国家宗教局出版了一部净土五经，里面无量寿经用的是慧济本。啊，我看到很安慰。啊，国家承认这个本子。啊，弘林出来解释，海贤老和尚来证明，这大家没话说了。啊，当年有很多人问我，
我为什么没换本子？啊，我说这个本子是老师给我的，我要换了本子，那我背诗叛道，全世界人不信，我不会变更我的信心。啊，老师为什么给我？他没给别人。啊，我们有沉船，有弘扬的使命在啊！啊，这是一种考验，啊，得经得起考验才行呢。啊，经不起考验，你拐弯了，你丢失了，那错了。啊，我对老师有信心。啊，我对于，尤其是晚年，我遇到黄念祖老居士。啊，他住在北京，他出来不方便。我每一年要到北京去三次四次，去干什么？看他。就那时候常去。啊，亲近这个老人。啊，这个老人虽是在家人，在家菩萨。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。啊，那么这些大德现在都走了。连海贤也走了。啊，所以我现在求佛菩萨，要求弘宁法师常住世间，他还年轻，他不能走。啊，佛要留他表法。啊，习主席执政之后，我们看他的作为，传统文化有复兴的希望，啊，宗教也会有振兴起来的一天。啊，只要我们认真依教奉行。啊，这一次我们的学习跟前面几次不一样，我们着重在落实，把经教怎样在生活当中做出来。啊，不是只念解其意就行了，我们要求落实，互相鼓励。啊，所以很有受用。啊，大家得欢喜这个方式。啊，密集经里头后面还有两句：菩萨应书，应书唱一言。说法开化，菩萨学佛，世尊当年在世，所谓佛以一言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。啊，没有这个能力，不能教化众生。啊，密集经上又说，此菩萨能入种种言言，能说法开化。啊，所以言语，这个都是
见心之后才有这个能力，不见心没这个能力。靠学习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啊，学语言要从小啊，住在像图文巴这种城市啊，各种语言很多的方言，小孩学起来容易，学得也很快啊，聪明的小孩可以能学十几种不同的语言啊。如果要是换一个地方居住，长时期不用很容易忘掉啊，这是在我们一般生活经验当中都能看到。又称赞大乘功德经验，这些地方都能够看到念老引经据典来解释经文，让大家深信的，那不是他随便说的。经是汇集的，注解也是汇集的。啊，他一共采取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著这部经。啊，就是连注解字字句句都是有来历。非常难得能取信于天下人啊，这个是念老的智慧。我到他家里去看他，房间很小，一张床一张桌子，桌子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桌子这么大啊，桌子旁边对的就是书，就是他参考的这些注解。我看到那么多的本子啊，还有韩国从日本来的本子。我问他，你这本从哪里找来的？我们想找都找不到啊。感应佛菩萨，感应有人送给他啊，送给他正看了，不分昼夜，那他看多少书啊？啊，称赞大乘功德经里说，旁生鬼等，旁生是畜生道，恶鬼，一闻如来随利音，二为说法。畜生有畜生的语言啊，畜生也通人情啊。海鲜老和尚救狼，你们看他光碟上所说的啊，第二天他从那条路上回来，狼在那等他，给他递了一个野蜂蜜啊，供养老和尚啊，所以老和尚跟他们老从参们说，你看看畜生都懂得报恩的 啊，他头一天救了那个母狼，那个母狼生了5个小狼啊，第二天回来从这个路上回来又遇到老狼啊，老狼口里含的野蜂蜜啊，来供养老和尚。出生通人情，知道报恩。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不如出生的
由上众生无边，众生言语也是多种，也是无边的。但法身大事先能解了，这一句话重要。法身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华严原教从初住到等觉都叫法身大师，所以华藏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图，这里面居住的41位法身大师啊，这41位就是十住原教的十住，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40位，加上等觉，41位。41位法身大师住宝土，住十宝土，住十宝土的这一些菩萨们，天台大师称他做分真即佛，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就是他还没有真的圆满，在这个地方啊，等待真的圆满。初住菩萨就进住了，什么时候圆满呢？3个阿僧祇劫。50无明的习气没有了啊，一丝毫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一真法界也不见了，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完全相应，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十宝图，没有说十宝图在外啊。十宝图没有了，这什么境界现前？常寂光现前啊，净土四土里头最圆满最高的常寂光净土现前，菩萨融入常寂光啊，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念头的现象，精神现象没有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大乘教上法而入实，这就是回归自性了。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常不生不灭，这叫常啊，即清净无染，没有丝毫染污，光遍照法界啊，法界是从这里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们全在常寂光当中。常寂光是自己的法身，也是诸佛如来的法身。啊，法身是一个，十方30佛共同一法身。这就是常寂光。啊，那么在大乘教里面，化身佛称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光明遍照，那就常寂光。啊，化身在哪里？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所以弥陀来接引我们从极乐世界来了啊！极乐世界距离我们有多远？
给诸位说，没有距离，当下便是。我们的障碍没有了，佛就现前。我们有障碍，说不是佛现前，是我们障碍，把佛障碍住了。障碍去掉，佛就现前。啊，常寂光就现前。常寂光是真的化身佛的果位。啊，化身佛管用啊，用处太大了。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因，因就现土，现正报，现异报。啊，依报是从正报来的。啊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心相是正报。啊，十法界依真庄严，六道轮回全都是依报，都是从心相生的。所以心里妄想没有了，这东西全没有了，不见了。啊，它不是真的，刹那生灭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，身心不一。为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看破？看破是对的，放下是正确的。啊，心里面想这个想那是错误的，不能想，没有东西好想。啊，包括十报土都是临时的。不是永恒啊，它只有隐现，它没有生灭，跟十法界不一样，就在这一点，它那点没有生灭相啊，所以人的寿命是无量寿啊，无量寿人没有变化，没有生老病死的变化啊，而且生不是像我们这所生的啊，慢慢在长大，不是，它是化身啊，到十报土就现十报身啊，十报身多大？观无量寿经里面讲观佛身，说得很清楚了。阿弥陀佛的报身，身有84000相，不是32相，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，每一个随行好有84000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面有无量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。度众生，从一个身里面看到全宇宙，一个都不漏。佛的报身，阿弥陀佛报身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记住。20愿里头，48愿、20愿里头，往生的人皆是做阿惟越致菩萨。这一句话可不得了啊！啊，阿惟越致是什么？这梵语翻成中国人不退转，三种不退转，位不退。行不退，念不退，这叫阿惟越致。阿惟越致就是化身菩萨。有没有四足三倍九品？有，但是三倍四足九品它是平等的，全是化身。
这化身怎么来的？不是自己修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让你的身相跟化身菩萨完全一样。这个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听说过，唯独极乐世界有。所以世尊诸佛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，世尊这些经典都是对于居住净土善根福德因缘的人给他们讲的。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，佛不跟他讲这个法。为什么？他不能接受，他不相信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接受了还会动摇，还不相信，还不肯真干，什么原因呢？过去我们的有善根福德有很浅不深啊，深度不够，所以会动摇啊。诸位想一想，会基本要不是李老师亲手教给我，你说我会不会动摇？保不住啊。啊，老师亲自教给我的，我就有使命感了。同学不是我一个，他为什么教给我？啊，教给我，我能把它宣扬，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所以老师完成之后，我就把这本经印了一万册。啊，老师没住在上面，很多同学都没有看到，都不知道老师有这本东西。啊，那么这样的这个注解就不会失传了，有一万本流通，现在百万都不止了。啊，至少得有几百万在这个时间流通啊，读的人很多，学的人很多，好事情啊。这是老师殷切的期望啊。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能讲第二遍？也就是有反对的声音啊，所以老师不愿意找这个麻烦。我拿到这个本子，老师的写的东西我能看得懂，所以我就想照这个本子来讲。老师说不行，年岁太轻了啊，这个障碍是爆发，你招架不住啊，叫我留着等待语言成熟啊。老师圆寂了，我在美国啊，所以印一万本主要在海外流通啊，在海外的同学看到没有一个不欢喜，找我讲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前后几年呢，讲了十遍啊。85岁之后清明节，我记得我们华严停了，不讲了。晚年专讲无量寿经汇集本，而且专讲黄念老的注解啊。我们在晚年相遇，我对他了解很深啊，他要对我有期望，一定要把这个本子
把这个注解发扬光大，就大量的翻译流通，我们自己带头来学习，只有一个目标，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，时间越早越好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，我们做个榜样给大家看，真的往生，我们走也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不需要助念的，自己真有把握，把握在哪里？放下就是。为什么没把握？你放不下，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，那就真麻烦了，真靠不住了，彻底放下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法，世尊所说的一切法，我要往生，我统统放下，不受他的累赘，自在往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无量无上誓愿成，这两愿我把它摆在极乐世界。在这个世界，我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我就搞这两样。学法门成佛道，到极乐世界去，不在此地。我把它四弘誓愿分成两段，这才能有把握，才有成就。后面我把这个念下去，法身大师心能解了，随其本力言因，二位说法应机随缘，不作绕意，握取众生，也闻如来之随类因，而得闻法得度。所以我们对于幽冥界众生、天道的众生、畜生道的众生，都要诚诚恳恳地为他说法，他懂。说此名慧中诸大师，借由如是智慧辩才与功德为例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